哎，哥俩好啊，六六六啊，戴手表啊，哈哈哈哈！你说了，呵，何有理？媳妇儿，你咋在这儿呢？在这儿呢啊！你这个问题问的真好。 我还想问你，昨天晚上为什么不回家呢？啊，每次出来找你，你不是抱着数划拳，啊，就是睡马路牙子。啊，媳妇儿，轻点儿，轻点儿。你就是不想回家呗？啊，还让我清点儿。啊，那你现在好好给我清醒清醒，快走走走，跟我回家，快点儿。 嗯，就给我站着吧。哎呦，媳妇儿，我昨天抱着树划了一天的拳，腿都麻了。哎呦，哎呀，把你能的了，还跟树划拳？啊，一天除了喝酒就是玩游戏，哎，就是不干正事儿。 你能不能把这酒戒了啊？如果你再这样下去，我告诉你，这日子没法过。媳妇儿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每次喝酒都是菠菜叫我，每次玩游戏也是菠菜拉我，都是他。<笑>你的嘴、你的手长在菠菜身上了啊？自己喝酒管不住自己，还要赖别人。媳妇儿，我错了，你别生气。 从今以后，我戒酒，这样就行了吧？我发现啊，你不是在戒酒，就是在戒酒的路上，啊，都戒了365天了，还不是喝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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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喝啊！<笑>媳妇儿，这次我是真的啊，真的有戒酒。那你去写保证书。我咋没听说过戒酒还要写保证书的呀？你不是要表决心吗？ 那我大发慈悲的给你个机会啊！啊！行吧。写好了。嘿嘿，写好了。媳妇儿，你快看一看。哪一边去？你那个破字写的跟蚂蚁爬似的。 我能看懂吗？念给我听。媳妇儿，我这普通话不是太标准，那你就凑合听一听啊。带着脑子，好好念。保证书。嗯。媳妇儿大人，你批评我，批评的对。我蹲在卫生间，趴在马桶上，进行了深刻的反思。当然。 期间一直不停的呕吐。7月份，我坐场喝酒38次，平胸一天1.27次，场数频繁啊，串场喝酒呈上升趋势，与6月份相比次数明显增多，其中大醉10场，中醉10场，微醉10场，8场没醉，醉酒率与6月份相比明显提升。当然，8月没醉。 归功于你中场搅局，啊，错了错了，算是挽救。大最后，我在酒店当众脱衣服闹出笑话，将家中贵重电器及手机摔坏多件，造成不良影响，甚至惊动110，差点将我关进小黑屋。读的还不错，继续接着念。对此。 我深感自责，坐立不安。尽管我多次立志改过，但屡屡重犯，屡喝屡醉，屡醉屡喝。从今天开始再也不喝酒了。所以今天我保证不再喝酒，但毕竟我们还有许多朋友，还得处理好多关系，所以以下情况得例外。<笑>什么例外？一，有朋友从外地回来，这是接风洗尘。 这得喝。2，有朋友外出远行，这是见酒送行。
这也得喝，是不是？三，老朋友相约小聚，这是叙叙旧情，这也得喝。四，这亲朋好友家里有喜事儿，这是好事儿，这也得喝。五，自己遇到不开心的事儿，这是借酒消愁，这也得喝。六，怎么回事？怎么这么多例外？媳妇儿，别急嘛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六，有人请客买单，这是给人家面子，这也得喝。七，咱要是有求于人，这必须得陪好，这也得喝酒呀。八，有新朋友偶然相识相逢，这是有缘相识，得喝。我保证除以上八条以外，我再也不喝酒了。啊，酒肉穿肠过，朋友心中留，不是我戒不了酒，而是我戒不了朋友，如有再犯，我自罚三杯，保证人何有理。媳妇儿，我念完了，你看我写的还可以吧？这就是你写的保证书啊？你这就是啊，变着花样找理由喝酒啊？你当我二啊？哎，啊，不是，媳妇儿，我这写的多好啊！哎，媳妇儿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卖蛋喽，卖蛋喽，自己家老母鸡下的土鸡蛋喽，新鲜的土鸡蛋哟。哟，这不是蛋蛋吗？卖鸡蛋呢？要你管。卖蛋喽，卖蛋喽，新鲜的土鸡蛋哟。卖没喽。没了，卖蛋喽，卖蛋喽，卖没喽，卖没喽，没喽。嘿，我说你这个何光棍，你能不能小点声啊？要么就走远点吆喝。真奇怪，咋了？此楼是你开，此树是你栽，我为啥听你的？你能在这儿卖啊？为啥我就得去别的地方卖？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啊？啊，你这样根本就是在打扰我做生意，我这半天都还没开张呢。我告诉你啥呢？咱俩又不是同行啊，你卖你的蛋，我卖我的煤，哎，互不干涉，不存在竞争的呀。非要让人把话说明了是吧？我一喊卖蛋，你就说没了，人家都以为我不是蛋卖没了吗？这可由不着我管啊！啊，各做各的生意，各不打扰，卖煤喽。卖鸡蛋喽，卖鸡蛋喽，卖没喽，卖没喽。得了得了，哎呀，我服你不行、啊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三个鸡蛋，你就别喊了，行不行？那不行，三个鸡蛋就能收买我，最少得四个。哎，四个就四个。啊，这次啊，你把嘴给我闭上，别喊了。你放心，有了这四个鸡蛋以后，我绝对不会再吵吵了。就是嘛，你那里有牌子，写的清清楚楚的。再说了，你长就跟煤球一样，谁都知道你是卖煤的。好了，我要开始卖我的鸡蛋了，卖蛋喽，卖蛋喽！做生意哪有不能吆喝的呀？这卖鸡蛋的连话都不让人说了。哎，嘴巴虽然答应，但脑子不允许。哎，脑子是个好东西，有主意了。
你再欺负我，小样，跟我。